那个，我发现点门路了啊。啥意思？那个，把家伙事拿来。这个吗？对，这啊，大概。来，对。哎呀，妥了，拿来。干什么玩意儿？我说，啊，对对。哎呀，师傅领进门，修行在个人呐。哎呀，您教的好不是？这活干的就利整，你知道吗？怎么样？不错吧？必须的，正好。看来你俩是调整好了。那是。给你俩个机会上场。还给个机会上场？就是。哎呀，来吧！哎呀妈呀，要说打进了吧，都欺负的。就是，但你这球不进，那不是瞎吗？对不对？好进啊！对，不是那，你往上够够，往上够够是吧？差不多。好，哎，再往上，哎，不是不得劲儿，使劲，别动啊！哎，好，哎，不是。这不怎么着？师傅，我替你拿。那个，你先来。那你可看好了啊！你知道他谁吗？不知道啊，不知道啊！我平常咋告你的？你不读书不看报的。他就是2010年哈、女子世界九球锦标赛的冠军付小芳，我的芳芳。付小芳，嗯呐。那不你梦中情人吗？是你小点声你。哎呀，你看我肝有病吗？哎，那没病，没病，没病。我看不是我肝有病，是你有病。对对对对，我有病，我有病，我有病。那个小芳老师说的对呀，我有病。你认识我？那何止是认识啊？从小吧，你就是我心目中的偶像，而且还是我梦中的那个。就是我打小吧就想这个有一个梦想啊，就想跟你打一杆台球。今天梦想终于实现了。哎呀妈，你怎么不早说呀？就是那啥，咱俩照张相呗，行不行？行。哎呀，那太好了，太好了。哎呀，来来来，徒弟，快快快，来快照张相来。那把你的灯。哎，好好好，好嘞啊，来啊，一、二、三，你等等等，那个加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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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对对对对对，那这你拿来。哈哈，对，来来啊，一、二、三，等等等等，那个，再拿家伙事给他，这个你先给我来，好，哎，拿着来。这是什么？为什么要拿这个？这个啥意思？我不是木。